同时呢，一位非常热心于这个法律援助的朋友，今天也会加入我们。我们有一个神秘来宾，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神秘来宾。谁？欢迎他。范老师高兴了吧？范老师好，手都灯箱了，我的灯箱，手扶，李云辉，哇！欢迎！哎，脸红了，你要哭吗？你要哭了吗？徐律师好，天真老师好，雪晴你好，加把椅子来，加把椅子，欢迎！行了，你也不用看着我了，开心了。我没想到他这么高，我也没想到他这么高。你先跟我们那个观众们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丁辉，你看这小伙多帅。哎呀，太突然。迷之自信。哎，麦掉了。没事，我帮弄。呀，何老师，我这个也掉了。何老师，我的也掉了。何老师曾经帮我带过麦，可以吹一辈子了。你的掉是我帮你扯掉的。雪晴，说说看，看到丁刚才除了就表说他比你想象的还要帅，他进来的时候，你的脸通的一下就红了，然后眼睛里还有泪光。没有，就是沉浸在帅里。是吗？真的这么肤浅？是，就那么肤浅。我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在乎我的颜值，要在乎我的专业能力。就这句话就没有必要，这句话。他很认真的在听取雪晴对他的评价。你们俩吧，还真的不知道为啥从某个角度那个可能鼻子，那个鼻子是不是？我再年轻个十岁左右，就我们俩真的是挺像的。就大学时候的我就这样。辉哥，你这里面你看到现场谁你是最激动的？其实看到每个人都很激动，但是说这些没有用。但是来了啊！但是当然是我的萨明灯老师了。萨明灯老师，还我萨萨！我用明灯把他指引到这儿来。那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天。对，真的是跟做梦一样。因为我之前是以实习生的身份参与这个节目，那它其实是一个亲历者的角度，对。然后这里是一个观察者的角度，其实这两种角度之间是存在偏差，所以我就特别想来到这里，就是换个角度看世界。